管这个囡仔是我的，还是别人的，即摆伊的存在，就会造成咱的困扰嘛。切掉啦。我实在小英较袂为着一挂伤，就甲婚礼延期。我去看过小英啊，伊的状况面真理想。妈，你该咱我一挂建议。你也肯听我的建议哦。之前好好面对你家己感情的问题，今仔日代志就要了解定。今晚九点，请锁定台视《加油美玲》。